我们继续上次这个安培回路定理啊，那我们上次讲这个一个电流安排，好，这个好这样的一个电流安排，好，假设叫大伽马，好，上面有这个电流 I， 好，那我这样一段这个 DL， 好，对另外一点所产生的磁场 P， 对，这个我可以从这个比欧萨瓦定律导出来，好，那好，在假设我有一个小伽马环，好，这个这样一个小伽马环啊，这个我走这个我走这个 DR， 好，这样的一个东西，好，那我走小伽马环对这个大伽马环这个电流环所产生的磁场啊，这个绕一周，对，好，那这个小伽马环，对，然后啊，这样东西，对，啊，那我知道 B 可以用这个比欧萨瓦定理，啊，这个比欧萨瓦定理，这个比欧萨瓦定律哈，这样做出来，啊，这个伽马这个。然后这个啊，我们随便选一点 P 哈，这个随便写点 O 哈，作为我的这个坐标原点 ，P 点的坐标是这个 R 哈，那这个是 R prime 的，那从这个 DL 这个线源到这个 P 的这个向量是这个 R 减 R prime 的，那沿着。沿着这个方向的一个单位长向量，这个东西我们是叫做啊，那经过稍微这个变形一下，我知道把它这个做内积，对，然后取两个负值的话，这个我就可以把它变成这样的一个东西。好，把它这个搬进来，对，好，我们把这个四派，好，那这个搬进来哈是这样的，这个 ABC 定理，好，然后。因为负值，所以给它一个负值，所以就变成这边是内积。啊，这个内积哈，这个我用一的 r prime 减二。啊，这把它变成负的，对，好。那这个东西我就说移动 DR 的时候啊，这个移动这个 DR 的时候啊，这边对不起，这个 DR 不放在这里啊， DR 应该是放在差不多是这里的样子，
那这样的话，相当于你把这个整个环啊，往这边这个平拖啊，保持这个 P 点不动，这个把整个环往这边平拖，这个负的 dr， 对，负的 dr 啊是反向，对不起。啊，这个整个这个往这边拖，这个负的 dr。好，这个这边当然是也要这个负的 dr， 对，这个负的 dr， 这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对，那这样一个东西，我从 P 点来看啊，这个以 P 点为这样的哈，然后做一个以 P 点为中心一为半径的这个球哈，做一个球哈，然后你来看这个伽马哈，这个被拖过来这个蓝的这个环，我叫这个伽马 plan。那然后看伽马跟在这个球上你所看到两个圈之间所夹的面积啊，那个面积我们叫做 d omega 好了，好，这个之间我们好，这个面积叫 d omega， 我还是叫做负 d omega， 等一下啊，这个哈，这个我们叫做。这个积分我们叫做负 d omega， 负的 d omega。等一下我稍微解释为什么要取这个负号。那这个 d omega 是什么意思？好，我们来看哈，假设伽马环是这样的话，是我一个圆环，这个上面有这个电流，对。那我们这个好，这个刚刚假设这个 P 是在这里 ，P 是在这里，好，在这个中轴上，对，这个就变得很容易，对，好，那。我以这个这一点为中心哈，这个假设我走一个这样的一个 dr 的话啊，那经过这个 dr 以后，我到了 p prime 点啊，那 p prime 点看这个环是相当什么？相当于 p 点把看这个环，把这个环往下移，对，移这个负 dr。啊，这个我叫伽马环。啊，对于这个 P 点，啊，这个对 P 点，啊，这个对它的哈，相当于 P prime 点看伽马一样，对。啊，这个啊，因为它的相对的几何位置是一样的，对。好，那我们以这个 P 点为中心，哈，这个。一为半径做一个单位球，那你这样来看，对，我看伽马哈，从 P 点看伽马是多少啊？这个看出来是这样一条，对，那看这个伽马 plan 呢？看这个伽马 plan 呢？我就。是这样，对，这个是伽马 plan。 那我们哈，这个刚刚做过这个 DL 的，
这假设这段是这个 DL， 那这个负的 DR， 这个负的 DR， 那这个负 DR 跟这 DL 做外积的话，就是这样一个面，对，这样一个面，这样一个面，它法线是垂直负的 DR 跟这个 DL， 对，它的面积大小大概是一个这样平行四边形的面，对。那然后我从 P 点，把它这样看去，这个平行四边形面应该是在哪里？你就把这个四点，假设这个四点把它标示出来就好了，对。这边，这边看到这里，对，这个，然后这个标示出来，这个是看到这样一块，对。这看到这样一块，然后你把它这个绕这个一周的话，那这个加起来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在这个 P 所看到 gamma 跟 gamma prime 的这个中间所夹的面积，那这个面积我叫做 d omega， 这个这边所夹的面积我叫做这个 d omega， 或者叫负的 d omega。那负的理由是这样，我原来这个面积大，对，原来譬如说这个，这样面积我叫通常在一个这个一半径球上面积，我们叫做这个两面，这个立体角，对，那在这个之下，这个所对应的这个面积，我们该叫做 omega 这个 gamma， 对，那。在这边这里这个这个下面这个我叫做 omega gamma prime， 这个 gamma prime， 那这个 d omega 应该通常是这个 gamma 减掉 gamma prime 的这个 gamma prime 减掉 gamma， 对，应该是一个这个东西我们叫做 d omega， 对，这个，所以这个我们通常叫做这个 d omega。那这个，但是这个 omega 面积比这个 omega prime 来的大，对，所以应该假设这是个正量的话，它应该是一个负值，对，所以应该是这是个正量。这个 gamma 减掉这个 gamma prime 是个这个正量，对，因为这个后来的比先前的来的小，来的小，对，所以这个减出来是负值，所以我这个，那我假设在这个中轴上，这个 omega 怎么算其实并不难，我们来看看这个 omega 怎么算，这个我们再画一个图，同样的一个图，这个这个 gamma， 对，这个 dl， 然后在这个中轴上，这个 P 点，在这个中轴上，对，这个 P 点在中轴上，你要算这个以这个 P 为中心，E为半径，对，一个球面上，这个E为半径，我们来看这个 gamma 这个是多少，这个。Omega 这个 gamma， 假设这是一个西塔角，对，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西塔角，一个锥，对对，锥的点是 P， 这个所夹的面积，对，这个所夹的面积就是我们的，这个你要看到后面，对。这个
这个是啊，这样绕一圈，其实是绕一圈的，对，啊，从底这样绕一圈，这个所夹面积是多少？对，那这个所夹面积，我们把它这个放大哈，来看看，好的，把它放大来看看，这个。假设这是西塔角，这是一，这是西塔角，对，那这样的一个东西所夹的一个这个面积是多大？其实我们会做，对，这个夹角假设是西塔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用 phi 做变数，对，这个 phi 做变数，那假设是这个 d phi 哈，这个 d phi 这样子，这样一周，这个面积是多少？这样一个环，一个 phi 哈，这边这个我们可以从它这个。它的半径，对，这环的半径是这个一乘上 sin phi， 对，因为它半径是一，对，那这个它的这个宽度是多少？这个宽度在这边是这个一乘 d phi， 对，假设这个夹角是 d phi， 那所以在这边这个到这边，从零到西塔所夹的这个立体角是多少？就是这块面积，对。那这块面积就是把它一个个加起来，对，就是 two pi。这个一个周长，这个半径是 sin phi， 对，所以它一个周长就是 two pi sin phi， 对。好，那然后这宽度是 d phi， 对。d phi， 好，所以就去做这个积分，从零到西塔。那这个积分很简单，对，是 sin phi 的一个积分，所以它是负的 cosine， 负的 cosine phi， 对，在零跟西塔之间求值。好，那在零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啊，这个零的话，它求值是负一，对，好。不，零的时候求值是cosine 是负一，对，哎，这个是 two pi 负，等一下哈，这个负啊，这个应该是这个 two pi 一减 cosine theta， 对，这就是它这个立体角，那这个值就是我们的 omega gamma， 对。那你把它这个 z 这个变了一下以后，这个夹角会变，对，所以它也对应有一个这个 omega prime， 你只要把它往下拉，对，所以它这个夹角变小了，所以它有一个这个立体角的这个、画出来立体角的变化，对，好，那我们假设把这个东西给它一个坐标的话，这个环给它一个尺度 a 半径，这个 p 点沿着中轴上这个到这个圆环的中心圆心的话，距离是 z 的话，那这个西塔很容易算，对。这边这个很容易算，对，好啊，这个西塔在这边的话，这个好，这个我们知道这个cosine 西塔是或者是 tangent 西塔是 a 除掉 z， 对，这边这个 tangent 西塔是 a 除掉 z， 对。那你看
这个我们要 cosine 西塔，对， cosine 西塔是这个 second 西塔分之一，对。好，那这个东西 second 西塔跟 tangent 西塔是一加 tangent 平方西塔，对。那这个东西你把它带进去，就是一加这个 z 平方 a 平方。好，那这个东西我知道以后，我就知道这个欧米伽伽马啊是这个 two pi 的一减掉这个。我们用这个 z 函数表达出来的话是这个一减掉 cosine 是这个根号了，对。好，那这一段哈，这个东西我们叫做负的 d 欧米伽。好，那这个基本上是这个里面的东西，对。好，好，负的啊，从这里我们知道哈，其实我们这样定义哈，这个好，这个是好，这个好，这个是一起的哈，把它看作一起，这个负的哈，这个乘上这个。好，这个乘上这个东西，好，不是减，好，这个乘，我们把它拿到前面来，好，好，那这个有点像什么呢？这个跟这个什么有点类似，这个哈跟我们知道哈，假设在电场里面，好，这个你从这个 A 到 B， 对。假设走这个 DL。那假设这个电场是这个方向啊，这个一的话，那我知道这个假设这是静电场的话，这个 VA 减 VB， 对，我们知道是这个 DL 乘上一，对。那这边是这个头尾颠倒，好，所以我们通常叫这个东西叫做负的 dv， 对。啊，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求这个表示是哈，你把它这个 dl 用 x 方向的话，就是代表 x 方向的分量，对。然后你这个。走一点哈，这个所造成的，只要 DL 走的是 y 方向的话，就是你可以得到 EXY， 对。所以在这边这一的话，我们表达成是一个负的这个 v 的梯度，对。好，或者你就是这个 v 作为 XYZ 的函数对于X 方向取偏微分，就是它，然后还有负值哈，就是 X 方向的电场分量等等等等啊，所以在这边这个很像，啊，这边这个哈跟那个完全一样哈，所以你磁场可以用这个立体角，然后对位置位移做这个偏微分啊，啊，这个可以得到哈，所以完全一样啊，所以这边这个 B 其实。啊，这个磁场 B 哈，可以用这个，好，这个负的四派缪零 I， 这个，好，这个欧米伽的对这个欧米伽的这个偏微分，欧米伽作为一个函数啊的梯度来，啊，这个，完全是一样的事情啊，就是啊。好，那我们看看哈，
这边有错吗 ？OK， 好，那我们可以看看哈，我在这个中轴线上，我们用 Bill-Sara 定律算过它的磁场，对，好，那我们现在看看哈，我可不可以用这个办法来算，对，好，这个我这 BZ， 对 ，BZ 的话就是这个 Omega 这个函数，这个哈对。对于 z 微分，对，这个对于 z 微分，好，这个对于 z 微分，好的，说 z， 但是写出来是这个 x， 好，那你看看哈，这个我们把它带进去算算，好，这个四派。那这个东西你把它对 z 微分的话，这个前面这一项没有，对，好，然后这个负负得正，好，所以我这个负可以消掉，对，然后这个 2pi， 对，然后这个东西对 z 微分的话应该是得到是这个好，这个的这个二分之一，对，这个是根号，好，这个二分之一，然后这个是根号里面的是这个二分负二分之三，对，好，那然后这个还要再微分，对，那这个还要再微分的话，这个一加这个 z 平方分之一还要再微分的话是这个负这个 z 平方，这个是乘 a 平方，对，然后 z 这个是这个，然后是负二，对，然后 z 的负三次方，对，好，这个 z 负三次方，好，这个是 a 平方，对不起，好，这个 a 平方，好，那这个东西我们把它稍微这个做一做哈，你看这个是，缪零 i 哈 ，two pi a， 好，这边这个消掉哈，负负。我看哈，这个负负得正，刚刚这是负二分之一，对，这个，好，这两个负负就没有了，对，这个是 two pi 这个 a 平方，好，那这边你把它，好，这个是我把它这个 z 平方加 a 平方，这个二分之三，对。那然后这个 z 平方二分之三就是在下面，好， z 三方跟这个消掉，对，好，所以我得到这个东西，对，那这个东西你看跟我们上次用 Bill-Sara 定律算其实是一样，对，我们上次是 mu 零 i 这个 2pi a， 对， 2pi a 是一个周长，对，因为最后我们把它加起来，然后这个距离的平方，对，我们这个距离的平方，这边长是根号这个 z 平方，这 Bill-Sara 定律给你的平方，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夹角，这边夹角的这个 cosine theta， 对，只有 z 方向分量有效，那这个夹角 cosine theta 的话是跟这个 cosine theta 有，对，所以这个是，这个 a， 对，这个 Bill-Sara 定律给你的哈，所以这个公式是有用的哈，这个公式是有用的，对，好。
好，那好，这是这个欧米伽的意思。对，好，那这是我们这个一个插曲。对，好，这个是有用的东西，你可以用这个立体角来算这个磁场。对，我们现在只是算这个 Z 方向，你可以算这个往这个方向走，好，这个然后 Y 方向走，好，你都可以算。对，好，好，这个好，就是上次这个我们这个额外收获是，我可以用这样东西来计算磁场。有时候这个就叫一个，好，这个东西哈，就叫做这个欧米伽的一个磁的存量式，好，就像这个这个电，好，这个电位差，对，电位，好，电位函数，好，它作微分就可以得到这个电场一样。那这个东西，这个积分你可以记住啊，这个，啊，这个很简单的哈，这个积分我们将来还有用啊，这个。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好，那我们再回来这里，好，我们再回来这里，那我上次说哈，这样的一个东西，对。我把这个擦掉，好，这边这个擦掉。好，那我譬如说哈，这个我现在哈，这个我这样走哈，我上次讲过了，我只是再把它再重复一下哈，因为这个哈，这个结构其实是啊，这个数学运算是有意思的哈。那譬如说我真的哈。不走这样哈，我这个 dr 我这样走啊，这个我这样走哈，然后这再也走到中轴以后再把它连起来啊，这我叫 p 零啊，这我叫 p 一啊，这个我叫这个 p 二，这个 p 三。那你比如说我从 P0 走到 P1 这样一段段走的话，这个就相当于我把这个 P0 对应的我就是这个 Omega， 我叫 Omega 叫 Omega0 啊， Gamma 叫 Gamma0 好了，好， Gamma 叫 Gamma0。 那我好，我从这个 P0 我走这样的一个小 Gamma 环，假设我取成这样的话，这个小伽马环我取成这样的话，那我先走到 P1 的话，这个相当于我 P0 点不动，把这个伽马环往这边拉，对，拉到这个啊，这个我叫这个伽马1这里，对，把它啊这个中心这样差不多啊，对，这个伽马1啊，这个对应的是。好，对于 P0 点的话，这个 Gamma 1对于 P0 点所计算磁场相当于这个 Gamma 对 P1 所计算磁场是一样，对，这个是平移的这样过来，对。那然后我这个从 P1 到 P2 的话，那我就这个好，这个拉得很高，对，可能要拉到上面，好，这个拉到上面，对，好，这样拉到上面，好，这个比如说我拉到这里好了，好，这个你把我在这个 P2 求磁场的话，其实相当于把这个伽马环移到这个伽马2的这个地方。好，那然后哈，我再往这个 P1 移到 P3 的时候，就相当于我这个 P0 点不动啊，这个 P0 点不动啊，这个，然后我把它拉到它头上来，对，这个是 Gamma 3啊，那这样拉哈，
拉出来一个轨迹是两个柱子。当你这边横拉的时候，哈，还有这个中间这个。这个连接的部分，对，啊，这个拉过来的时候也有这个中间连接的部分，啊，但是这个连接部分你注意哈，比如说这一点哈，我这边拉过来的时候哈，这个先到这里，这边还在这里，对，那你这样把它拉过来的时候。这后面又会略过它一次，所以这个其实这一块哈，其实是两块东西把它压扁的，对，好，它而且它的方向一正一负，因为譬如说在这边是这样的话，在这边就是这边这样的话，这边是反向，啊，这个反向啊，所以到最后你就有两条这个圆柱，而且有 guide， 对，好，那这个 P 零点在这里，然后你去算。这两个圆柱我在 P0 点所看的立体角有多大啊，那这个东西 P0 点完全在这个圆柱之外，所以这个的贡献是零啊，那这个东西贡献就是把它这个整个这个 P0 点为中心一为半径的这个球面完全盖起来，所以是四派啊，这个四派，所以哈，好，在这个1831年哈，这个高斯哈就说哈，这个东西啊啊，这个东西哈，这个伽马大伽马，然后这个 dr 哈，这个。这个没关系哈，这个 DL 好，这个是一个这个东西哈，这个是一个。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套连数啊，就是我们叫做这个啊，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套连数啊，这个套连数两个环啊，这个伽马跟大伽马跟小伽马之间的套连数。那这个值哈，永远这个欧米伽哈，永远是这个 d 欧米伽，对不起啊，对吧？这个哈，这个永远哈，这个伽马这个负 d 欧米伽哈，这个值永远是一个整数哈，这个然后乘上这个四派，这样东西哈，那这样。求出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整数，对，所以好，那这是高斯啊，可能是因为安培比尔沙瓦定律哈所得到的启发啊，得到了这样一个量哈，那这样量是相当于两个环之间这个套连，对，好，这是套了一次，对，好，那你在讨论这个环的方向的时候哈，它可以有这个正一跟负一啊，这个。好，正一跟这个负一，好，那好，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得到的啊，这个安培定律的话，我就知道这个是啊，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得到是这个 n μ 0 i 这样的一个东西，
好，那假设它这个两个环没有套起来的话，就是零。好，这个 n 是整数，好，这个 n 没有这个 n 是整数。好，那这个在数学上哈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所谓的托普量啊，这个托普不变量啊，好，所以物理哈对数学家也有启发，好，对一流的数学家哈，托普。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你只要不把这两个环切断，好，这个稍微变形一下的话，你得到值还是一个同样的整数。好，这个好，那高斯就从安培定律找到了啊这个托普不变量的一个数学的一个几何的表示啊，这个一个几何的表示。好，那。好，这个高斯1833哈，那安培的这个理论大概是在1828哈，所以我们可以猜想哈，高斯可能受到安培的启发。好的，1833，他的这个笔记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定理啊，不过他用这个坐标表示出来，所以看起来很麻烦。好，这个。好，那接下来哈，好，这个接下来哈，这个我把这个例子擦掉。我们这样一个环，对，啊，一个伽马环，假设我有这个 n 个伽马环这样电流的话，这个怎么办？啊？我们把它推广，好，假设我有这样，比如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啊，这个 gamma 1啊，这个 i 1对啊，这个 i 1，这个 gamma 2，这个上电流是这个 i 2啊，然后这个 gamma i 好，这个 ii 好，那这个譬如说这个 gamma n 对，好，这个上面有这个 in 好，点点点哈，这么多哈，那我随便这个有一个环，好，这个我的 gamma 譬如说啊，这个小伽马哈是这样啊，这样的话啊，那我们这个伽马 i 假设产生，这个伽马 i 假设产生磁场 bi 的话，伽马 i 上的电流哈，这个 ii。那我们很容易就，我们很容易哈知道这个任何一点哈，在伽马上面的小伽马上面的一点，在这个小伽马上的一点哈，这个 P 啊，那 P 点哈，这个我们做这个 dr 对，啊，那这个 dr 第一这个。这点哈所产生磁场是每个电流环所产生磁场的一个叠加，对，啊，这个总的磁场是这个每一个这个磁场 bi 的叠加，
好，这个，这个，好，这个啊，I 的一个叠加。好，那我们做绕着这个小伽马环，好，这个做这样的。做这样的东西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 B 用这个 BI 这个叠加 I 个环的这个 I 个电流这个环转成磁场的一个叠加的和，对，向量和 DR。 那这边因为这个，好，这个是内积乘法，是可分配的，所以我可以把它这个分开，对，去求这个 BI 这个伽马啊，小伽马啊。那我就看哈，这个第 I 个哈跟这个伽马 I 跟这个大伽马 I 跟这个小伽马之间的这个套连数就好了，对，好。那假设，假设这个是从底下这样穿过来的话，啊，底下这个穿过来的话，好，这个底下穿过来，上面盖过去，好，这上面盖过去，这边这个底下穿过去，好，这样，这样的话哈，那你看哈，等一下哈，我这边这个方向不太好，我去这个好了，这个好，这个伽马环哈是这样走，对，好，那我这边是从什么，从这边，好，那我们就去看这个伽马 I， 比如说这个第 I 个，好，这个我用三好了，好，这个，好，这个三，好，那这三你看它这个套连数有多少啊？这样子，这样的话，我这样子走的话，这样子，对，那这个电流是这样进去的话，啊，这个电流这样进去的话，正好相反，所以这个套连数 N， 这个套连数哈，在这边小 n 三的话是等于负一啊。那这个东西假设这样穿过的话，这个上面盖下来啊，这个啊，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哈，这样的话，这个从就等于从上面这样的啊，从，好，这个从下面这样穿出来，这个 N1 就是等于这个套连数，好，这个等于一，对，好，那这个东西的话假设是从底下穿过去的，从底下穿过去的话，这个也是正一，对，哎，这个是正一，好，这个，方向正好相反，对，N2， 那这边哈，这个 N 第 N 个哈，这个就等于零，好，这个零，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们就一个一个把它这个套连数算出来，对，好，这个，这是 Ni， 对，然后这个 mu 零，这个 II， 这是 NI 哈，是伽马 I 与小伽马之套连数，好，那这就是安培定理，好，这就是安培定理，好，那好，下面哈，我们
假设这个电流是个连续的分布的话，好，这个电流，好，譬如说我们看哈，假设一个圆柱，这个圆柱上面，啊，这个整个截面上都有这个电流流过的话，整个截面啊。好，这个都有电流流过的话，那我们假设这个电流的总量是 A， 好，这个截面积假设是这个截面积是这样啊，这个电流是 I， 那这个方向我们假设是 EZ 方向，那我们叫做这个 J 等于这个，好，这个叫体积型的电流密度啊。这个等于这个 I 除掉这个面积啊，这个除掉面积啊，然后乘上它的方向啊，这叫电流密度啊。那我假设任何画一个环，对，这个伽马环，这个伽马环这样子，对，小伽马环，啊，这样的，啊，这个小伽马环的话，那这个小伽马环上的这个。小伽马环跟这个这样电流分布所产生的磁场，我们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会等于这个 mu 零啊。我们要算哈，所有通过这个伽马环的电流量啊，那这个所有通过伽马环电流量你怎么算呢？啊，我把这伽马环这个分成像网格一样，对，啊。然后看每个上面通过电流多少，对，那这是一个通量的概念啊。假设这是平的话，当然就很好办。那一般斜的话，你也不难哈。这是通量概念，就是这个电流密度乘上这个跟这个，假设每个这个小环的每个小环这里的这个面积哈，这个有向的面积哈，有向的面积我们叫做这个东西我们叫做 dA 的，好，那这个通过这点通量就是 J 跟这个 dA 的这个内积，好，这是一个像电场通量一样啊，这个通量的一个东西，好，那这个是安培定律，在一般这个连续的电流分布里面哈，它的一个形式啊。那这个假设是离散型的话，就是这样啊，这样啊。那这个叫做安培这个环路定理或者回路定理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那下一节哈啊，我们要讲它怎么去用啊啊。那怎么用的话，就要跟这个电流分布的，就像在安培定律。对于这个 Biot-Savart 定律，就有点像高斯定律对这个库仑定律一样啊。那你要怎么去用高斯定律的话，就要看这个电荷分布有什么样的良好的对称性。对，那同样这边好，我们要看这个电流分布的对称性啊。所以下节我们要看看这个安培定律如何用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那可以放几个套连数的这个奇怪的这个东西给你看一看啊。你可以下课啊。好，那接下来哈，我们讲这个安培定律的应用啊。那安培定律的应用，我们刚刚讲过哈，要跟这个电流，这个
安排的这个对称性有关系。好，那这个好，其中一个重要就是镜面反射对称。好，这个镜面反射对称。好，那什么是镜面反射对称呢？啊，就是一个东西跟它在镜子里的样子，哈，是不是一样？啊，那这个假设是一样的话，好，我们就说它具有一个这个镜面反射对称。啊，那问题是什么东西是这个这样的东西在世界里面的样子？啊，真正的样子跟它在镜子里面的样子，哈，到底有什么差别？啊，这个是稍微有点差别的哈，这个差别大概是这样。这个是本人在这个镜子里面的世界啊的尊容啊。这边哈，这边我就叫不出来了啊。这个你说你怎么知道呢？啊，这个你看哈，这样哈。我刚刚是这样照，对，好，所以照到这边就是这边，对，那我这样一站，对，你这样看我的话，所以我真的人其实应该这个东西应该在这边，对，好，但你这样看不出来，对，你没办法知道，看头发，头发我刚刚是中分，所以你也看不出来，好，你不要这么好，这个。啊，这个你，好，我在，譬如说哈，这个，好，譬如说我这个，好，这个你看哈，我待会再照一张哈，我待会再照一张这个。哎，啊，这个哈，你看我这样对，啊，我举右手对，啊，这个还没有啊。好，这个是我的这个，举右手的尊荣哈，这个。你看哈，举右手哈，它是左手哈，所以你知道它是镜子里面的样子，不是我真实的样子，对，我真实的样子是这样，对。好，所以你就知道你应该可以区别。哪个是真实的人？好，我这样是真实的，你现在看到是真实的，对？你看到这个苹果电脑，哈，拍出来照，哈，它照出来是我镜子里面的样子，啊，这个镜子里面的样子，好。那你平常哈，这个，平常哈，这个微软，哈，微软的这个软体哈，所照出来大概。多半都是就是你真实的样子哈，但是我有一天突然发现苹果电脑里面照出来是我镜子里面的样子，啊，这个平常很难说出来什么样是镜子里面的样子，啊，你就到这个苹果电脑去前面照一张相哈，你就知道你镜子里面的样子是什么样，对，这个跟着是不一样，对。我这个人所谓一样不一样，我是不是可以完全贴在一起？对，贴不在一起，对。就我可不可以把它完全叠合在一起？能够完全叠合在一起，我说是一样，对。那显然这样，我不可能完全叠合在一起，对。你看这个人哈，
我这个是右手，对，这个人出的是我左手，对，这个不一样的，对，好，所以，这个是，这个就够了，所以哈，一个真实人跟这个镜子中是不是一样的？假如我这样 pose 的话，这个显然是。这个我跟我镜中的样子不一样，对。假设我刚刚这样子，假如我刚刚这样子的话，你就很难区别了，对。我不做任何标示，这个不做任何标示，你就看不出来到底这是。镜中的我还是真实的我，这个是你看起来是一样的，对 ，OK， 好，清楚吗？这个所以镜中世界跟真实世界，这个你要看我摆什么样子，对我摆一个不对称的样子就会不一样，对，左右不对称，那我假如这样的话就没有差别，对，对，那比如我再照一张好了，但我的手没办法按，有没有谁可以帮我按一下？那按这里就好。啊，这里。OK， 好，你看啊，我现在这样对。这样对，这两边你看起来还是一样哈，但是你稍微注意，发现我刚刚因为用粉笔写字，所以是黄的，所以这只手是黄的，对，这只手这样叠不在一起，对，但是我这样面对面大概就可以，但也不能叠在一起，因为人是立体的，除非我是平面的，对，相片可以叠在一起，但是真实的人没有办法叠在一起，对。这样我鼻尖碰鼻尖，这个脑子没有办法叠在一起，对，只能这样子，对。比如说我这样子，对，是这样子叠，但这样叠不能算是完全的吻合，对，不是手面对手面的吻合，对。OK， 好，所以你就知道怎么样区分真实的人跟，或者真实人的样子跟他镜中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对，那我要说的是这件事，他说他也可以拍那个真实，什么真实的，他也可以拍真实，就是你怎么拍，我不会拍，他这个设计，我一看就你好，你可以拍出真实的，你帮我拍这个他。除非导向，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对，再拍一次就可以了。OK， 这样子哈，我再来。有吗？有翻吗？有翻。这还是他厉害哈，又把我这个翻回来了，对，好，这个又变成真实的哈，这个好像苹果电脑才有这样子，找出你镜中的样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哈，好像 IBM 的那个 Microsoft 就没有这样的哈，好，那大家就知道哈，什么是真实的跟镜中的哈，这个可能有差别，对，好。可能有差别，我现在我再给你一个这个，好，这个是一个奇怪的环，这个环的套连数是零，因为
它把它的这个环面反过来了，好，这个环面反过来了，所以这个一次进一次出的话，就变成套连数是零了。所以还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这个我们不去讨论，我们这里面讨论比较简单的环，不要讨论这种八字这样的一个圆环，把它这样翻转成八字，这样我们不讨论这样的环。那这个整个套连数在数学上是有一些有趣的东西，各位有兴趣自己去在 Wikipedia 里面找一找就好了。好，所以各位知道这个镜子的世界跟真实的不一定是一样的，对，看我怎么摆姿势，对。好，那这个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接下来就。看看这个安培定律怎么应用。那这个马赫曾经说过一件事，就是说他小时候看到这个磁针在电流里面的行为，他就感觉到大惑不解。那大惑不解的理由是这样，他大惑不解的理由是这样，我这样放一条导线，对，上面有电流，那我选一根这个磁针，那这个导线的话，我这样看去，磁针的话跟这个导线关系才有一个镜像对称，对，所谓镜像对称就是真实的东西跟镜子里面的这个它的样子是一样的，这个我叫镜像对称。那刚刚我们秀过这个假设我这样的话，我跟我那个就不一样，对，那就不对称，那我这样的话就有镜像对称，对，这个那在这边的话，这个所谓对称，就是第一，我们先定义这个对称，或者叫镜像对，我们特别指，一般来讲对称，这个对称在数学上物理上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一个物件，这个或者一个实验的安排，一个安排，某种这个安排，经过一个变换以后，那这个变换，譬如说我可以用这个镜子的反射拍一张像，就是那个是一个叫做镜像变换，这个经某一个特殊的变换，这个变换也可以是看你要讨论它的什么样的对称性，也可以是譬如说一个球形的东西，所谓的球形旋转对称，这个变换
那这个变换有很多种不同方式哈，这个特定变换哈，这个变换后的样子哈，这个。啊，与这个真实的样子假设是一样啊，这个安排这个变换哈，与其这个真实的样子哈，或者好，这个完全一样哈，这个完全叠合好了啊。叠是啊，完全这个重合好了。那我们就叫啊这种安排哈，就我们就叫具有哈这种该变换的，此一具该变换的对称性啊，具这个上述变换的这个对称性。所以我们这对称并不是专指左右对称，好，这个我们平常用语左右对称是只是这个变换的一种特别的啊特别的例子啊特例啊这个啊。那像在这边的话，我们比如说在这个磁针跟这个电流，对，这个假设哈是平行的，我放一面镜子在。好，这个把这个电流跟着磁针同时包括在一起。好，那这个磁针在镜子里面的样子跟这个电流在镜子里面的样子就完全一样，对，至少外表完全一样，对，好，这个外表一样。好，那这个让马赫这个好，所以这样的安排在外观上，好，这个外观上比如说这个磁极北极南极的标记下啊，据这个啊对这个 M 镜子啊，这个据这个对这个 M 平面M 平面的镜面反射对称啊，镜面反射这外观具有哈，但是真实一旦把电流开开，你发现这个磁针不是这样，对，这个磁针真实是这样的，对，那你就觉得很奇怪，我这边放一面镜子的话，我再去把它照下来，那我镜子里面的样子就是这个红的，对，这个电流是电流，这个
南北向互相对调了，对，这个 S 这是镜子里面的样子，好，这个红色是这样，对，哎，这个就让马赫很吃惊，为什么我这个磁针啊是这样走的，啊是这样走的，而不是这样子。假设啊，这个照理说来一个，照理看来哈，这样东西才是具有镜像对称的，对，这个是。它不具镜像对称，它在镜子里的样子正好这个南北极反过来，啊，这个南北极反过来，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啊，那你这个外观看来是如此啊。那我们哈，这个假设去探讨这个磁针的本质的话，它是什么？我们说安培有说这磁针相当于一个电流环，对，啊。所以它基本上相当于一个这样的一个电流环，这样。嗯，对不起哈，这个反向哈。那假如把它看作是个电流环的话，你这边放一面这个。哎，这个电流环只是这个样子还是一样，对，虽然这边变到那边，但是并没有变，对，对，这个电流安排啊，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让马赫吃惊。假如他能想到他这个根本啊，里面根本的这个啊，根本的这个啊，这个外观下面的哈。啊真正的内涵，啊，这个物理内涵的话，哎，这样就不会，这样才是真正具有反射对称。好，这样的话，你假设这样的电流的话，这样电流的话就不具有反射对称，对。这样电流的话，你在镜子里面的样子是正好是反过来的，对。这镜子里面正好反过来，对，你这样流电流，你这样看的话，镜子是这样，对，方向正好相反，对，所以这样的话，不具，你假设真正去看它这个物理的本质的话，哈，这样的电流环，假设这样电流环的话，它镜子里面的样子是这样的，对。正好相反的，对，所以这个东西才不具有反射对称。真正你只要这样放的话，电流环的话，这个就具有反射对称。好，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哈，啊，会让这个它的这个磁场分布是这样的，而不是这样的哈，啊？那这个理由就是牵涉到。这个电流安排的反射对称性，那什么东西具有反射对称呢？我们从外观来看，啊，假设我这个一面镜子，啊，在这样一面镜子，对，其实这个反射对称，啊，这个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啊，这个琳娜·达文奇，啊，达文西已经发现了，啊，这个他有的书，啊，不是真正的，啊，你看到譬如说我这个，啊，这个譬如说这个左右，对，那这个左中右中啊，这个，那你在镜子里面看到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中，
但其实哈，这个你就知道，哎，这个东西你看到就怪，不认得，对，镜子世界你不认得，你没办法，这中间还可以，对，这个你就不认得，对，所以中置是具有反射对称的，左右不具有反射对称。好，其实这个左置右置这个这样写并不好哈，你在这个象形文字里面哈，这个左置是其实是这样哈，一个虎口的。好，这个这是右，好，这个是，好，这个右，对，那这个东西到镜子里面就变成什么了？所以还是象形文字好，对，反映这个真实世界的这种对称性。好，那这个东西你到镜子里面呢，就是。对，好，那这样东西到镜子里左就变成右了，对，这个是左，对，象形文字的左就变成了右，对，这个右就变成了左，对，好，所以对于小孩来讲，这个你要学习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其实是很困难的，对。你都要印记哪边是左，对，哪边是右，这个纯粹是人为的，对，好，那同样的，你这个假设我这左右放在一起的话，这样一对手的话，对，那你这个在镜子里面样子是什么？对，还是一样，对，那这样的东西在镜子里面就不变，对，样子是同样的。好，这个这样的安排具有，这样安排具有反射对称，对，镜面反射对称。好，这个具，好，这个也具有，好，这个也具有这个，那这些不具有，好，这些不具有，对，好，那这边左就变成右，右变成左，这个象形文字里面才有，好，这样连这连辨认都没办法辨认，对，镜中世界变成完全不可理解的一件事，对，好，这好，同样的，达文西哈就用这样子哈去写书，对，好，他书不是这，他先把书写好，然后看看镜子里面是什么样，好，比如说 ，I 对，啊，这个我发疯了，对，好，就是，你在镜子里面它的是这样的。这个就不可辨认，对，然后这个 ma 哈，这个 I 对，好，那这样你假如把这样一句就变成这样子，这完全就好，这个不可辨认，对，那你怎么办？要怎么去解读它呢？你再放一面镜子，对，这是 M。好，这个，再放一面镜子来读这样一件事，对。哎，经过两次镜面，它就又还原了，对。好，那这是外观，哈，纯粹从它这个外观形状来变，好，这个。那下面哈，就是从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这个背后的本质，哈。那，这个第一哈，所有的向量可以分作所谓的这个头向量跟极向量啊，这个。那
所谓轴向量跟极向量是什么呢？好，这个啊，看它在这个怎么去分呢？好啊，在镜面反射啊，这种变换哈，叫做镜面反射哈，这个变换下。好，依照它这个不同的变换方法啊，这个可分作两类。那怎么去分它呢？啊，极向量，这叫 polar 啊，这个 polar vector 啊，这个 polar。这个，然后还有这个轴向量，轴向量是叫 axial 啊，这个。好，那怎么去分哈？那我们先看这个极向量啊，这个。那极向量这个，譬如说这个位移啊，这个我们先看这个位移这个啊，怎么在一个镜面作用下哈，这个啊，譬如说我在这个 YZ 平面上哈放一面镜子哈，这个这是 Y 啊，这是 Z 啊，那。我这个垂直镜面，好，我这边假设有个圆点放在这个镜面上，对，这个我叫这个 A 点，那我垂直镜面哈，我从 A 走到 B， 对，那这个 AB 向量，对，好，这个假设是垂直，好，那这个 AB 向量在镜面的样子是什么？就是你的起点还是这个。我们就说这个 A prime 啊，这个其实是跟 A 重合的啊，对，然后走到这个 B prime 啊，这个那在这边的话哈，这个若这个 AB 向量垂直这个直线的话，那我知道这个。A prime B prime 就变成负的，对，从向量的意义来讲是负的 AB， 这个 A prime B prime 是 AB 在镜中的样子，对，啊，负的 AB， 好，那假设哈我。那假设我这个是一个这个 A 到 C 啊，这个 C A 到 C 是平行镜面的话，好的，那我这边就是这个 A prime 这个 C prime 啊，这个对，所以若这个 A C 是平行镜面的话，啊，平行镜面的话，这个 A prime C prime。就等于这个 AC， 对，好，所以很简单，好，这个好，那一般来讲，假设我这个 A 跟 C， 这个 AC 你也可以在这边，对，这个
这边哈，这个同样对，好，那这个任何一点哈，这个譬如说我这样一个向量对，这样一个向量哈，这个 AP， 好，那 AP 向量怎么办呢？你就把它分开对，这个 AP， 譬如说 AP， 我就把它这个垂直分解一个垂直的部分对。好，这个垂直的部分对，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平行的部分对，好，这个平行部分啊，那我譬如说这里哈，我好，这个譬如说这样哈，我这个垂直分解哈，先做垂线啊，垂线这个假设叫做 CD 这个一好了，好，这个，那我这个 AP 可以分解成，我可以先从 A 走到 A1 对，再加上一到 P 对。那这点在镜中样子是什么？哎，你就到镜中这样，就是这个垂足坐下来，对，取负的地方，对，然后就这里，这是 AP prime， 对，好，所以这个东西在镜中的样子，哈，在镜中的样子就是这个 AP prime 的。那这 AP prime 是等于什么？是等于 A1， 对。加上这个 EP 的 EP prime 的，好，那从某种哈，从纯粹这个向量讲来的话，这个其实相当于 A1 加上这个，好，这个 EP prime 相当于负的 EP， 对，这个其实相当于这个 A1 加上减掉这个 EP， 对。所以一个向量，这个它的样子哈，在镜中的样子，这个，哈，这个，它在镜中的样子的话，哎，就是平行镜面的部分保持一定，对，垂直镜面的这个分量变成负哈，那这样的向量我们叫做这个极向量哈，极向量。那这个位移是哈，这个速度哈，速度是位移对时间微分哈，在时间微分的这个作用下，这个不会改变它这个性质，对，好，所以这个速度啊、动量啊都是这个好，所以这个位移哈，还有它的衍生产品，对。这个速度。加速度哈，都是这个皆为极向量哈，都是极向量，当然包括动量了啊，这个反正它的衍生产品哈，还有这个动量啊。都是这个极向量，那另外哈，这个我们再来看哈，什么是还有电场哈，这最重要的这个电场哈。那电场为什么是极向量呢？哈，你看哈，我假设这里放一个这个镜面，对，好，这个镜面，那然后这边我，好，在镜面这边哈，我放这个正电荷，对，一个平板的这个正电荷。
那另外放一个这个负电荷的板，这我们想象是无限大的。好，这个叫正西格玛，好，这是负西格玛。那我知道这个电场是在这个中间，对，均匀的电场。那你到镜子里面来，哎，镜子里面是把这个整个电荷装置的这个样子，对。那在镜面上这个还是原来的，那这片呢，这片哈就变成这样。这是它在镜面的样子，对。好，这个负西格玛哈，那这样东西的话，这个它这个电场呢，这样的一个电荷安排，它这个电场是什么样呢？这是这个镜面里面的样子，对。那这是电场垂直，这个电场哈，这一是垂直。这个垂直这个镜面，对，好，那这个它的一 prime， 它在镜中的样子一 prime， 好，就变成负向了，对，它在镜中的样子，好，这个经过镜面变换以后，它到了这个一 prime， 对，就等于这个负一的，对，那这是垂直的，对，那我同样也可以安排一个。这个这样的安排，对，平行镜面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好，好，这个，哎，这个电场是这样，对。这一是这个平行镜面，对，那在镜面的样子呢，它在镜子里面的样子呢，是就变成这样，对，这个一我叫这个一平行好了，这个一垂直，对，好，这边好，这变成这个它就变成这个一 prime， 对，这个一平行 prime， 对，那这个平行镜面，对，那它是多少呢？它跟它是一样的，对，样子。好，那所以一般哈，一般而言的话，哈，我就把这样任何一个向量分解成任何一个向量，好。几点了？好，我们马上就好。任何一个一般的一个极向量，你就把它分解成这个垂直镜面跟平行镜面，对，好，这个任何一个向量，好，这个譬如说这个向量 v， 好，我把它分解成一个 v 垂直的，对。加上这个 v 平行镜面的这两个分量，对，那它经过这个镜面以后就到了 v prime， 那 v prime 垂直的部分就变成负的，对，
那有这样特性的我就叫 V 是极向量，也许先在这里停好了。那我们下次再讲这个轴向量。其实轴向量也很简单，还是我们把它再继续停好了。